你比我想的较伟大是吗？啊，下面那个是什么？看看无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整首歌哦，这顶歌版是不是？我划船对。哦，好，没问题哈、哦。我等一下呢，一半给你演唱，一半吹奏，好不好？半演唱，半演奏的方式哈、哦。啊，现在我先来一首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，来一首这个什么《爱你一万年》，好不好？来一首《爱你一万年》哈、哦，啊，这个节奏一点的版本，不然太慢了哈、哦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一首呢，爱这首什么歌曲？爱你一万年哈、哦。啊，接下来就带来点歌好了，半演唱、半演奏的哈、哦。啊，我今天呢还有准备，也是新歌哈、哦，演唱演奏。哦，还要再点一首《恼人的秋风》，掌声鼓励一下哈、哦。妹妹，《恼人的秋风》今天有人帮你点了啊，这是我最可爱的粉丝哈、哦。妹妹哥哥等你长大哦。好，要在小老师准备的时候呢，我们来演唱，啊，在演奏。有听过这首歌的举手，爱情，你比我想的更卡伟大，我听过的举手。哦，好，有这边说好好听，有些朋友没有听过，啊，这个歌曲是比较流行的哈、哦，来自这个什么？
茄子蛋啊，阿哇番茄炒蛋。哎，因为那个茄子蛋，它的这个乐团的名称就真的叫茄子蛋啊。啊，我的乐团的名称是红日乐团，我看改成番茄炒蛋，快会不会红起来啊？番茄炒蛋啊，好了吗？我们就为大家来演唱加演奏这首歌曲《爱情》，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，谢谢。掌声鼓励。